我的那些图已经在 LINE 正式上线啦，那还没购买的可以赶紧去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シモモです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一部。算是拍一部啦，就是有一个频道叫做八七八发明家，你们大各位兄妹应该都知道八七八发明家吧？因为八七八发明家的频道好像很久都没有发片了，我就觉得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。那昨天的时候就跟 IOKG 啊，就是聊天的时候，就是。聊一聊就有聊到八七八发明家，然后就说八七八发明家就是已经离开了恶棍娱乐，然后恶棍娱乐也已经解散了，应该就是觉得自己拍片不太好吧。那我觉得自己结束了，那我们就进我们片尾大家，拜拜。哼，我是中二，八七八发。